万寿之王赛威武排名第十二名。赛乃是万寿之王，因为呢，当当时大家去比赛时阵，因的老母破病，当当时十二只气呼呼吐两泉麦油，高低高低，拢围到因到门头前，赛赛赛恁娘较好无？喂。铁狮玉玲珑十二生肖笑梗再现，老婆被开玩笑 ，no no 秒变脸。为老妹公头鸡，马赛都陪陪你，有一可爱的女风中，生出是古锥啊当波啊壮。希望你平安又快乐。基地自2002年停播至今的铁狮玉玲珑，在除夕节目2023超级华人风云大赏重出江湖。原定15分钟的内容，超时表演超过40分钟，冯恰恰、徐孝顺掀起回忆杀，连鼓手 NONO 都回来了。祝福大家为今天开始365天拢非常的欢喜，兼吉祥赚钱。三八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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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紧接着突破的司令团的是海军。紧接着通过的声音来自空军部队。海军陆战队，海军陆战队通过司令台，坚强的突破。扯淡，奶奶，海军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被诺诺取走了。哎哎，哎，小公民心态是真怀疑，这份善意结果真受气哟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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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您大家拢坐咧看，我一个舞剧有没抓在？压轴，点点舞部队。说话人家嘿嘿嘿，哎呦，小姐你来多久了？干嘛？阿辉，继续秀啊！比赛有你的话，阿杰啦。
兔年拢还没讲到呢。这个十一生肖的由来，相传古巴古代时阵，天庭打出一个故事，用希望讲呢，但是汉间所有这个动物当中，要选出了十二只，要来叫做天干地支的十二生肖啊。哦哦，请问什么叫十二生肖？总共十二生的肖。哎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万寿之王西魏侯墓排名第十二生肖。西那是万寿之王，因为呢，当当时大家去比赛时阵，因的老母破病，所有的动物来到因家门口前，你奈袂处罚啊？伊讲公平，互恁去处。老母只有一个，所以今天我咧留咧厝诶，告阮老母啊！当当即十二只，四牛虎兔龙蛇马羊，狗鸡狗猪，拢围到因家门头前来，因为公平应处着，来请问这大老大，开出一个话，西西西，恁娘有较好无？喂，我刚是笑到掉眼泪。哎呦，你有没有考虑到？他的脚现在是痛风所苦，嗯，没有，我已经开刀了，两个膝盖都换 stainless 的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人生就这样，他努力在表演。两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导师，对你人生如要成功，以他们为榜样。好，只要是他们做过的事，你们就不要再做。